我都嫌到人来了。 啊，这本来就一半的机会啊，嘛不是让你当控制。我知啦，啊，不过你我得接受啊。老公，不管结果是安怎，咱对亮亮的爱拢是同款的，对不？亮亮永远拢是咱的宝贝，对不？那是一定的。 到底是安怎是这个结果？我的教育方针就要改。是后生，我的动作是特种部队来操，甲查某囝哦，都是公主来饲，完全无共。你真正是重女轻男呢！我怪人咧讲哦，生查甫囝也天天偶像剧，那是生查甫就是天天想同居。我家己是查甫的，我对后生要求本来就比对查某囝更加严格啊。 亮亮，你有讲哦，爸爸要甲你锻炼成钢铁般的男子汉。亮亮，你乖哦，啊，不管以后你是男子汉啊，还是白面书生，妈妈都支持你。哎，啊，想到亮亮袂得跟我同款，有男子汉体格，嘛有白面书生的温柔啊。你个真敢讲呢？当然啦、啊，我本来就这么好。 想想的哦，一个后生嘛好啦，安尼以后就有这大情人到小情人做伙爱你。啊，不过袂当偏心，有小情人了就要插我。你放心啦，我当然哦，就爱这个小情人呐、啊。啊，不过我嘛知影，这个小情人以后会找到会当陪伴伊一生的人，所以大情人才是上重要的。 为了家庭和谐，你绝对袂当让妈家己带孙哦。我知啦，我嘛无想要让妈伤忝，而且佫李文珍这大厝头，嘛还佫李月心情，啊无妈做较忝死，无人敢下伊，厝内底气氛就歹。我甲你想的同款，亮亮也是交予专业保姆来带，安尼较好咯。老公，多谢你。 你无要求我一定爱伫厝内带伊呐？我毋是讲过，我嘛支持你有家己的事业，你袂记啊？你千万唔通搁啉酒啊！啊，若无你的胃还搁野起来，迄是早晚的代志。我明明知影我袂用啉酒。 所以，伫无法度控制家己去想要我家己，我敢是伫开文章去，想要把家己的身体无好歹，互伊后悔当初安尼伤害我。我是安怎要爱一个人，爱到这么无路用？Carol 啊！